埔底镇田园艺廊日前邀请到陈瑞钗老师以及学生举办人间最美四月天新芽粉彩画会联展的活动，县议员叶仁创也受邀来参加这场展览的茶会。仁创议员表示，埔底是一个远近驰名的艺术小镇，很高兴能看到许多艺术家优秀的展出。埔底在比如绘画、书法、石雕、素食的艺术方面等等，本来就是一个远近驰名，然后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艺术小镇，然后今天很开心来参加最美人间四月天新芽粉彩画会联展，看到非常多的埔里在地的艺术家在这边做展览，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县议员叶仁创也欢迎乡亲有空也能够来参与艺术的活动，让埔里的艺文能够传承发展。那么希望我们埔里镇的居民有空都来参加这个艺术的活动，来参观这个联展，然后也能借这个机会把我们美术的教育深耕到基层，让它未来能更蓬勃的发展到更多的地方去。副议长潘一泉也希望乡亲有兴趣不妨尝试艺术的创作，将埔里好山好水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方式呈现出来，进而让更多人了解埔里之美，打出埔里艺术小镇的知名度。记者陈维一，埔里采访报道。